最后入闸，团结必胜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头场再次试翻千二米嘅短途赛大热，系三热晒添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前面快闸嘅马咧，内栏位置醒旺财，中间各自无伤，中档喜骏之星啊，走紧四搭外边啊，团结必胜啊，外边五搭咧就系嗰只遨游气泡啦，马林中间跟住个第六位就长长胜啦，响出边线路清应啊，内栏御神勇将啦，咁啊大约尾六到啦，黄衫灰马红帽嗰只系胜得精彩啊，后边嗰扎啦，先见到洋洋大道啊，尾五红衫嘅，内栏尾四同喜喜，后啲嘅马啦，先见到就爱任性粉红衫啊，拍住啲就好有精神啦，包咗落尾黄衫行星梦嚟噶，转弯入直路啦，醒旺财咧就熟啲，又摆咗喺前面走噶啦。外边位置啊各事无伤啊，分列三四位嘅马，外边啊团结必胜啦，入边啊喜骏之星啦，中档第五位啦，长长胜要牙出去啦，响外边位置仲有只遨游气泡啊，出边一对灰马红帽嗰只系胜得出色啊，最出仲有呢只线路清应啊，斗到嚟最后三百米到啦，醒旺财占先少少，团结必胜追佢，再见到外边遨游气泡啦，出边啊胜得出色啦，马林中间长长胜咧俾人压住嚟跑，唔换脚都系争啲啊！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嘅马依然系团结必胜啊！遨游气泡外边追紧，出边仲系胜得出色，接近终点，埋边团结必胜，出边系嗰只遨游气泡，外边位置咧系嗰只胜得出色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团结必胜到唔到咧？终点嗰步咧，其实前后都系团结必胜占先嘅。咁但系终点嗰步压落去咧，十号嗰只遨游气泡又有冇机会咧？就要影相啦！胜得出色就第三、第四名、哦，醒旺财啊！睇下加里系咪一嚟到即刻搞掂先，团结必胜啊，好似都到先喎啊！十三号啊，咁啊跑第二名嘅初出马，十号嘅遨游气泡田泰安，三号大热门胜得出色，莫雷啦，第三、第四就醒旺财。咁加里呢只马都叫做跟到跟前位啦，其实出闸都好快啊，但系睇嚟后面啲马唔算话追得好好、啊。但系胜得出色，沿途抢后抢得好紧要、啊。系啊，其实佢摄位都摄得好靓噶啦。哎、可能早段積極啲會好啲、哎、恭喜曬嘉莉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十三号嘅团结必胜啦，独赢二百二十七个半位置派四十七蚊，跑第二名咧十号遨游气泡位置派三十三蚊，跑第三名三号嘅胜得出色位置派十一个半，跑第四名十四号嘅醒旺财，连夜十搭十三系九百六十三个半，而重彩十三号、十号顺序咧就派二千一百四十三蚊啦，单 T 三号、十号、十三号派四百四十七蚊，三重彩十三号、十号、三号顺序派五千九百八十四蚊。位置 Q 十搭十三系二百三十三个半，三搭十三系七十个半啦，三搭十系四十五个半。时间一分零九秒四七，慢少少啊！三几月嘅派彩咧，胜出咗系 A 二价嘅半热门有四十八个半。但系估唔到莫雷拉咁样一起步即刻捉住佢喎，又唔系上前喎。系咪计落去多快马咧？所以佢谂住情愿啊留住嚟跑啊！都变咗好斗口打得好劲啊！即系沿途嘅过程啊！同埋你自己试闸都系摆前面走噶嘛？我谂住啪一声啊埋嚟啦，咁尽快咁，佢又唔系喎，希望即刻捉一捉。好嘢话 ，Kitty 拣到呢只加里啊，二百二十几蚊嘅 win 啊，咁啱啫。二
淹咗，咁啊真係都進步啊！潘頓就操過啦，咁做唔到榜。係啊，益咗佢啦，因為潘頓其實我諗，如果可以嘅話，佢都會騎呢只嘅，操咗兩科，咪益咗同鄉啦。不過出閘咧都係有少少竇口嘅，團結必勝。嗯，仲有進步嘅空間，呢場都好多馬可以跟進啦。咁啊，新嘅種啊，爸爸背後發功咁啊，第一匹上陣嘅子子啦。我想到很多朋友會扔得到這些馬，但是連贏位就大熱門扭到第三呢就很好分。第四連環的預計派賽，3號、10號、13號、14號派$522。四重彩的預計派賽，13號、10號、3號、14號順序派$24,602。大熱門第三啦，還有一些朋友當然是合馬醒旺財做膽的嘛，想著成第二嘛。真係褪咗兩格㗎，因為對手又唔同咗啦嘛。不過星期三再見啦，初三再嚟啦，初三啦，星期四嚟嘅。好，亦都值得恭喜啊！希斯夾住阿加里喎，咁啊都經過咗個漫長嘅隔離啦，卒之都上陣到啦。唔止上陣到喎，仲有頭馬見面啦，一落地就已經先聲奪人啦。係啦。咁啊，希斯近期啲成績都唔算太好啊，睇可唔可以好翻啲啦？不過今日啲馬就有啲心機嘅，有啲部署啊，希斯。一嚟到就坐凳仔啦，好開始。咪睇下頭馬張相啦，見到咧頂得住喎，13號團結必勝啊！其實我由氣泡都頸長長啊，不過係都影相嗰下啦，咁啊縮翻嚟。縮咗落去。好，即刻睇翻第一場嘅巡邏影片，都留意下後面嗰啲馬咧，好多都亂曬龍嘅，跑到一半啊！咁啊，首先出閘先啦，撞嚟撞去噶啦，好有精神就慢啦，外韌性又係慢嘅，咁啊，結果出到嚟咧就各事無雙快喎，內欄就貼欄嘅醒旺財啦，中路喜進之星，出邊就團結必勝無遊戲花一對埋緊嚟啦，大約第六位咧就波點三咧長長勝嘅。開面咧嗰只灰馬都幾亂龍嘅，線路精英啊，跟住內側咧就勝得出色啦，貼欄就遇神勇將嘅，外邊嘅洋洋大道有冇走勢咧？頭先都冇留意，一陣再望一望啊。跟住就遇神勇將貼欄啦，後邊就同起起外任性，好有精神，包尾咧行星夢噶。哇！有外任性，由出閘到而家就仲要亂龍啊，真係生到不得了。咁啊，勝得出色就留得合理噶啦，排呢檔。不過係留得唔順咯，咁啊見到有半程都係咁昂手磨咗幾下，咁好在翻嚟騎咧仲有得衝嘅，不過就追唔到條 Q 啊，有啲失望嘅。咁啊，步速正常啦，兩人同邊樣差唔多啊，中等步速賽事。咁啊，依咗你諗啊，連日醒旺財排一檔都冇得批嘅，似乎依一組咧都係啲中上級數啦，即係屬於較強組別嘅，咁啊以後都可以跟進依一組啲馬嘅。咪睇下勝得出色，下次留定放啊！我覺得今日留得啊麻麻地啊，當然啦，步速又唔快。福榜完畢，位置 Q 派賽十搭十三係233.5，三搭十三係70.5，三搭十派45.5。三甲派賽咧勝出咗係 A 二格夜半熱門派48.5。二重彩13号、10号順序派$2,143。四連環3号、10号、13号、14号派$522。四重彩13号、10号、3号、14号派$24,602。分段時間後段23秒83，第段22秒58，末段23秒06，完成時間1分09秒47，晚個標準時間3:00左右。